是各位同学，大家咳咳上午好。我们现在呃开始讲这个《乳行轮》的心理学，也就是佛教的心理学咳咳啊。那么这个《乳行轮》的这个上下啊、前后都有很多地方都是讲了那个佛教的心理学。然后呢，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禅定啊，就是这一篇当中呢就特别的讲了非常非常。 多的这个禅定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如行论》它本身它的侧重点啊，它所有的侧重点都是菩提心。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菩提心的那个功德，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也就讲这个禅定当中啊，也就讲了那个菩提心的修法，主要就是这个。 啊，但是我们如果是从佛教的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比如说，这个呃菩提心啊，它的基础就是慈悲心啊，也就是四无量心啊。那么慈悲心的话呢，就是就是现在哎西方，也就是就就出了很多很多这个西方人他们写的这个慈悲心的这个禅修，嗯。 然后呢，他们这个慈悲心，佛教的慈悲心呢，在他们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也就大量的这个应用，哎，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地方都有，他们写的这些书里面，这些心理学家写的书里面呢，也经常都都都有这个这个慈悲心啊。那我们也就是，呃，一个是从四无量心啊，或者是慈悲心的角度理解，或者是再上升啊的话。 那就菩提心了啊，在慈悲心的基础上，在伤肾提肾，那就是就是菩提心了啊。那么我们这两个呃方面都可以理解啊，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呃这个咳咳心理学啊，这个可以帮助自己啊，也可以帮助呃其他人啊，这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学习这个禅修啊，修慈悲心的这个方法。 然后，首先呢，何为禅定？哎，这个就是什么是禅定？哎，我们刚才不是要讲禅定了吗？那现在呢，就是开始讲什么是禅定？哎，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禅定，所以就是何为禅定啊？然后，佛教的这些这个这个禅定啊，各种各样的禅定相当相当的多。然后呢，显宗里面也有特别多的禅定。然后呢，密法里面呢？ 也有特别特别多的禅定，就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啊，任何一个这个心理学呀、啊、或者其他里面，可能没有那个佛教讲的那么多的禅定，特别的多啊。显宗里面非常多，然后密宗呢又多了很多很多。但是这些全部的这个禅定呢、啊，就可以归纳为两个，哎，归纳为两种禅定。 那这两个禅定呢、嗯，就是啊、呃，就是一个叫做积“极极值啊，“极值，极母，极金的极啊，“极值，至就是这个停止的这“极止”的禅定啊、呃。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叫做“升观”啊，“升观”这个字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哎，这个有值主升观，哎，就是说咳咳升观啊。 神官是什么？神官就是智慧、呃，神官就是智慧，啊、呃，就是体会，啊、呃，主要是智慧啊、呃。然后呢，机智呢，机智啊、呃，机止就是他不一定有这个智慧啊，他、呃、是心非常的平静，呃，心非常的这个平静，啊、呃，但是呢，啊、呃，他就是、呃、没有。 啊、呃，没有这个智慧灯，哎，就是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哎，可以这么讲，比如说一盏灯啊，一盏灯，那一盏灯它没有那个吹风的时候呢，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啊，就是如如不动啊，这个灯的这个火如如不动，然后呢，同时呢，啊，它就发光啊，那这个时候这个灯啊。 这个火焰啊，它是入入不懂的这个部分啊、哎，从这个角度讲啊，这个应该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啊极致，哎，这个叫做极致。然后呢，这发光的这个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叫做生观哎，生观 其实这个时候呢，入入不懂的，就是发光的，哎，发光的，也就是入,入不懂的。实际上这个时候是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个时候是已经是一个东西一体了，啊、嗯呃，但是呢，我们的禅定就是有有机质没有升官的这样子的禅定会有的，然后呢，有升官，但是呢，机制的这个基础不太好的这样子的这个禅定也会有的，哎。 最最最标准的这个禅定就是这个，呃，知观双运，知观双运，哎，知观双运就是既有智，哎，又有生观，然后呢，这两个呢就是融、嗯、为一体的，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一盏灯啊，它没有风的时候呢，然后就是这个，呃，如如不动，然后呢，也就同时也就发光啊，这样子。 然后，这个如果那个时候呢，啊，就是刮风啊，又有一点点轻微的风啊，那这个时候呢，它还是在发光，但是呢，这个光还在，但是呢，这个灯的火焰啊就开始摇动，那摇动了以后呢，这个光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哎，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是，这两个呢，啊、呃，是非常的重要，哎，然后呢，所有的这个。 呃，都可以禅定，都可以归纳为这两个当中啊。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说，神官啊，不是呃，机致是心非常的平静啊，没有杂念啊，特别特别平静的就这个状态。哎，这个状态就叫做啊，神啊，这个极致。然后神官呢，呃，它不仅仅是心啊静下来，而且它有体，它有悟了。哎，悟了什么呢？ 就是悟到了，产生了智慧了。现在，呃，已经有智慧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升官啊，升官啊。然后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比如说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那么这些禅定呢，基基本上都是属于属于这个机制。哎，心非常非常平静。但他有没有升官呢？ 有他自己的这个升官，但是这种升官跟我们平时讲的升官是不一样。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升官呢，就是智慧，哎，智慧。然后是这样子，大概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佛教的啊禅定就是这样子。然后，那、呃、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这个九竹心啊，然后完一个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一个人的心啊，完全可以。 就像一个浑浊的水，哎，最后呢，它就变得一个非常非常清澈的水一样的。我们通过这个参修的方法，哎，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的心理状态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状态，但是呢，它完全是可以，哎，呃，这样子修啊，修了以后呢，它就可以变成啊，甚至就可以变，不仅仅是可以可以变成非常平静的心啊，甚至它可以变成。 佛的智慧，哎，这个都是完全是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呢，啊，就是这个呃，这个禅修，只要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哎这个投入的话啊，一定会修得非常好的，哎，那这个就叫做，呃，神官和机智两个禅修，那这个里面呢将啊。 有者主神观，那这个里面讲的神观，呃，它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菩提心的这一这一这一部分，也叫做神观啊。然后这个神观呢，就是要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个呃极致，就是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才能够去思考，哎，菩提心呐、啊，才能够去思考这个空心呐、啊。 这样子，所以呢，升官是需要有这个极值的基础，所以就叫做有职主升官啊，就这意思。升官是需要有这个极值的基础啊，基础呃、啊，就是升官，也就是说升官是在这个极值的基础上哎、啊、产生的哎，是这样子。 呃，前面的一句话啊，就讲了这个，讲了这个它的本质，禅修的本质。然后后面的这个一句话呢，就讲那它的这个功能啊，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能灭诸烦恼啊，这样子的这个呃禅定就可以消灭哎我们的烦恼，哎烦恼平时。 平时这佛教里面这个讲的烦恼，跟我们平时这个现现代语言当中的烦恼，有些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佛教的这个烦恼呢，任何时候它主要指的是我们人的心理活动，哎，尤其是指的是这个贪嗔痴慢疑，哎，就是这些，呃，然后他这样子的禅定就可以断除，哎，这样子的烦恼，哎，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学了这个。 呃、精精啊，仅仅呢学了这个，呃，这些以后呢，能能这个维持多长时间啊、呃？实际上就要看我们有没有继续修心啊、呃。如果是能够继续修心打坐的话呢，那一直都可以接啊、呃，可以持续的这个，呃。 按按住这个状态当中，而且就会越来越好啊。如果是我们就就打了几天的坐啊，后面呢就放弃了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会不会有什么效果？哎，就几天以后呢，就他自己就慢慢的消失了啊。不仅仅是这这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升官啊，就是包括我们开悟了哎，就禅宗讲的这个明心见性，开悟了哎，但是如果是不继续修行的话呢？ 那这个开悟的这个智慧啊，它也会消消消失的，呃，再后来呢，可能就放，就就就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以后，就再回来修的时候，也许就根本找不到哎、呃、这种感觉，哎、呃，所以就更没办法进入这个状态，哎、呃，所以就是这些。 开悟也好，什么也好，这些都是因为都刚刚开始，所以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脆弱的。哎，菩提心也很脆弱，然后智慧也很脆弱，因为我们是初学者的原因。哎，所以要坚持。哎，坚持就是胜利，这话说的对。哎，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啊、嗯嗯，然后。 知疑，先求智，哎，我们先知道这个道理，哎，先知道这个道理，知道了以后呢，然后，哎，就是先我们先修升官还是先修这个机制呢？哎，他就说先修机制，哎，先求智，就是说先我们把我们的心静下来啊。如果我们心静不下来的话，那么多的杂念啊。 然后这些杂念呢，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杂念啊，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杂念，这很多我们自己的很多念头都是非常的邪恶的，哎，所以这么多的这个这个不好的负面的这个这个这个杂念当中呢，要找到这个平静啊，要找到智慧啊，要找到菩提心啊，慈悲，这个就是很难，哎、所以呢，首先啊，就是把心静下来。 然后心静下来的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的多，哎、呃，有特别多的方法，啊、呃，以前也就在其他地方就是已经介绍介绍了很多很多这些方法了，哎、呃，呃，然后呢，九足心啊、呃、也是他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方法，哎、呃，九足心通过这个九足心，呃，就把心静下来，哎、呃，静下来了以后呢。 然后就哎，这个就叫做这个机智啊，机智。先我们把心静下来，然后呢，呃，机智这个修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呃，这个呃菩提心啊、呃，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是有在在一定的程度上啊，就是就得到了这个自由，获得了自由，所以自由自在。所以呢，你去思考什么，哎、呃，都是。 呃，非常的这个成功，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就不会被呃其他的这个杂念啊间断哎。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平时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极值的时候啊，这个虽然是一,一分钟两分钟修一修菩提心，但是呢，立即就会产生其他的杂念啊。这个杂念一出现，然后呢，原来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禅定就就间断了哎，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先求极值。 然后在机制的基础上，哎、呃，修慈悲心呐、啊，修空心呐、啊，哎、呃，什么都是可以的，是这样子。这个很简单，比如说我们，呃，在墙上我们呢，就是画画的话，墙壁画，哎、呃，先把这个墙啊、呃，就是要刷干净，哎、呃，就是弄好啊、呃，然后呢，在这个这个做好了以后呢，然后在上面，哎、呃，画画是一个一个一个道理。所以，首先要先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 啊，在去修这些法，哎，这样子，那这个就我们大概就知道了什么叫做禅定啊。这个四句话里面呢，就他讲了禅定，还有就是禅定的功能，还有这个禅定修禅定的顺序啊，这三个都是在这个四句话里面就已经包含了。然后呢，咳咳下面呢，啊，我们咳咳。 在讲啊，我那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哎，这个我们为修禅定的目的是什么啊？就先，呃，先先先先看看这个，然后呢，呃，我们修禅定的主要的这个目目的呢是自利利他，哎，自利利他，嗯、尤其是从大乘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 啊，自立的目的呢，也是利他。哎，自立的利目的也是利他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呃，大乘佛教这个他的修心，最后不是说要成佛吗？啊，那成佛是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呢？哎，不是，成佛根本就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哎，那那他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终极目标就是利他。哎，成佛就是为了这个利他的需要。 哎，就是为了利他需要。如果这个不成佛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话，那那完全就可以不成佛了。哎，假设啊，假设如果你不成佛也可以这个哎利他啊，就是像佛利众生这样子能够利他的话，那你成不成佛都不重要了。哎，所以他成佛不是他的这个。 呃，这个主要最终极的目标，成佛就是他的方法。呃，成了佛，我自己成佛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呃，很成功的、很顺利的就可以离众生。所以呢，这个他的目的是这样子啊，他的目的是利他。那么这些啊、呃，这这这,这些这个这些机资当中呢，就讲了一些我们我们普通人的一些状态。 哎，我们的一些状况，哎，他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的定力不够的话，你要去帮助一个人，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哎，就这意思，哎，不仅仅是帮助你，不要说去度人，连个相处啊，都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这个必须要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处啊，都是都是很难的，哎，这为什么难呢？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先天的这个烦恼贪嗔痴，一我们大家都有啊，呃、哎，呃，你我他都是一样的，呃、哎，所以就是我们没有修心的人呢、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虽然我们的社会地位啊，还有这个财富啊、学历啊有差别，但是呢，本质上都是都是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反正这地球上的所有的人都是。 它的本体上呢，都是一样。他们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先天的缺陷啊，先天的心理缺陷。哎，先天的心理缺陷是不是个什么疾病呢、啊？不是，就是这些这些贪嗔痴啊，这、就是烦恼。那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烦恼的时候呢，那我们啊，就是要去去度度人，或者是利他啊，都是很难的。利他都有难吗？利他也有难啊，很难的啊。 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理他了啊？不是，呃，虽然有困难啊，但不就前面不就讲过了吗？困难会有的啊，但是呢，这个困难呢，总是可以解决的啊。那怎么个解决方法？首先，哎，我自己要有定力，哎，就是要，实际上就是说，我自己要提升，哎，我自己提升了以后呢，然后，哎，我就可以帮助这个别人啊，否则的话是帮助不了的。我们大家都是。 呃，都是都是一样的，<coughs> 就是就是这个华严经讲的。如果我自己也在这个哎水里面啊，那我自己也在河里面，那我怎么去呃这个帮助这些呃被水淹呃淹这个冲走的这些人呢？啊，没办法的。所以呢，我要去救人的话，那我必须也必须在这个岸上啊岸边啊，我才能够才才能够这个救人啊。哎 要不然呢？我一定是在这个救生船啊上面，我才可以救人啊！我自己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呢，没有这些条件的话，那大家都不就一样了吗？谁也渡不了谁，谁也帮不了谁啊！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有定力，哎，要有这个这个智慧，呃、哎，要这样子才能够帮助人。那否则的话是帮助不了的。 啊，那我们如果是大家都没有定力的话，那我们的状态是一个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目前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哎，他下面就是讲这些我们的一些我们人的一些啊，这个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这个我们所有人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绝大部分的人啊，尤其是这些都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人是想出也是很难的，哎，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自己要有准备。 呃、哎，比如说医生，呃、哎，他想治病啊，那他必须要去学习啊，啊，他学学好了以后呢，然后他才能够这个治病啊。如果是医生，他没有这个没有学过啊，他根本就没有学过医学啊，但是他有一颗特别善良的心，哎，有用吗？啊，就是。 没有用的，善良的心是非常好的，这个初衷出发点是非常非常的好，很珍贵。但是呢，他不懂啊，什么都不懂了，那那就是没办法治病了。哎，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要要要提升。那不提升的话是什么样子呢？那下面就说啊，我们我们翻佛，哎，佛经里面经常讲翻佛翻佛啊。 凡夫人就是普通人啊，那就是没有修正的人。那我们凡夫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他就说啊，披泥品啊，穷行者诋毁腐修士。哎，这个里面呢，这个翻译的这个文字呢，这个穷行者啊、哎，就是一个修行的人。后面呢，修士也是修行人，但实际上这是不一定的。哎，这是这的是说。 反正我们普通人是什么样子呢？啊、呃，就是比自己穷的人，哎，那就是呃轻视啊、呃、蔑视、瞧不起，呃、就是这样不放在心里啊、呃，就是比自己贫穷的人、比自己低一级的人、呃、然后就是，呃，就是蔑视啊，然后呢，啊、呃，比自己这个呃高一级的人呢、高一个级别的人呢，啊、呃，他又开始去诽谤，哎、呃，找中中的这个。 呃呃，理由去诽谤啊，反正就是总是要找到一个别人的不好的地方来讲，他就很开心啊、呃，呃，不愿意讲别人的这个优点，呃，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我们的人的本心就是这样子，心本难为虑，就是说要跟他做朋友，呃，这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呃。临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共同的利益的话，这个好办啊。呃 如果没有我的话呢，那那确实是，呃，这很难了。呃，这个就是他本性本来就是我们反腐本来就不是这个某一个人特别不好，就是我们反腐本来就这样子啊。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环境啊，什么各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时候呢这些问题不是很很明显啊。有些人呢可能明显一点，啊、呃，实际上呢就是大家都一样，啊、呃。 处比怎得乐啊？就是跟这样子的人啊相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得到快乐呢？哎，得不到的。他要如果看到比自己哎贫穷的人啊，那就一举一直就开始蔑视；他要看到比自己这个富有的人啊，那就开始诽谤啊。那怎么样呢？那是不是他跟他一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好一点？下面讲也不是啊。 如来正玄时，梵语若无力啊！如果我们这个凡夫的人啊，如果没有一个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没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话呢，那就是特别难啊，郁郁中寡欢啊。那如果他自己没有他没他自己没有看到一个什么自己的利益的话呢，那么任何时候他都是不开心的。 呃，没有一个他喜欢的时候，呃，所以呢，故母有饭余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跟翻夫的人呢，哎、呃，打交道就不要特别的多，嗯，不要特别多，呃，就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话呢，就是，呃，就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哎、呃，这样子就是会好一点，哎、呃，要不然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让他开心啊，他开心的是什么呢？ 他开心的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哎、呃，只要有他的利益，他就很开心，哎、呃。然后呢，嗯、他如果他如果没有发现在这个当中啊、呃、有什么他自己的利益啊、呃，那就是就他不会开心，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呃，大的环境、小的环境，包括一个人都是这样，永远看的是什么？永远看的是这个利益啊、呃，不是什么其他的，哎、呃，其他的什么朋友啊、敌人啊，全部都是全部的基础啊。呃 就是这个利益有利益啊，那我们两个是朋友啊，可以合作；没有利益啊，那我们两个就不合作了，没必要了，甚至是有可能是，如果是你叫叫触碰我的某个利益啊，那你就是我的敌人啊。这样子，所有都是这个跟利益有关系啊。所以没有利益的这个这种单纯的这种啊，纯金的这种友情啊啊，这个就是。 不是没有啊、呃，但是呢，特别特别的少啊、呃。如果有的话呢，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无条件，但是这个母爱啊、呃，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啊、呃，还有多少呢？有是肯定是有了，但是呢，这个很少很少。哎，所以呢，你如果自己定力不够的话啊、呃，那你要去度一个人，确实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仅是度啊，你要跟他相处都是不太容易的，这个你必须要明白，哎。 这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呃呃，他也不是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某一个宗族啊，他不是啊，就是所有人都是，只要只要。 是，只要是一个反复啊，那都是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你是呃善良的心啊，你要去帮助人啊，帮助人好，但是呢，你要知道帮助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有些人去做一些这个，呃，慈善。 啊，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啊，然后呢，搞了两年、三年以后，就是这、这个、是再也不去做这个事情了。哎，为什么呢？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哎，就心里面特别的烦，哎，从此以后呢，再也不想去做这个公益慈善的事情。啊、哎，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哎，他以为我是帮你啊，是帮你的呀，那你应该是个表现很好啊，哎。 你这个表现不好是不合理的呀，就是就这种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当然从这个理论上讲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就不要有那么好的这个啊，那那么美好的这个想法啊，就是说我啊、呃、慈悲心啊，然后我利益众生啊，一切众生对我一定会很好的，呃，不是这样子，不一定的，这个要有呃要有心理这个准备啊，但是呢。 大乘佛佛教呢，就后面就讲啊，这个他，比如说终生不一定对你好，但这没关系啊，这个不是你的目标，哎，你不就是不求回报吗？哎，不就是无条件的吗？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终生对你怎么样，这就已经不重要了，哎。 嗯、所以让大家先让大家明白，哎，终生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呢，你就不要这个，呃、哎，有太太太高的这个期望，哎，这意思。然后呢，后面就是说，刹那成迷诱啊，这种我们普通人就是这样子，有些时候就瞬间就是就没有任何理由就成为朋友了，而且是成为闺蜜啊，刹那就成闺蜜了，对吧 <laughs>、啊？ 哈哈，<laughs> 对呀，啊，有有有有点点说话呀，什么不对的话呢？啊，有些人就一一个人说说到那个那个地方去吃饭啊，一个人说我不想去吃饭，我要去啊做别的事情啊，然后呢就没有任何的原因，然后虚腐结臭，啊，就是一下子又就变成了变成了这个丑人了。 哎、呃，就是这样子，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只要一点点的分歧啊、呃，不就是说嘛，一个人我说要去吃饭，另外一个说不到这个地方吃饭，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吃饭，好，然后就发生冲突了，哎、呃，发生冲突了以后不高兴了，哎、呃，不高兴了以后，从此以后就离都不想离了，哎、呃，就这样子，这个刹那间就是变成朋友了，哎，一会儿又刹那间啊、呃，又就变成了这个啊、呃，这个结仇了啊、呃，那这个。 必须要接受的、啊，这个也是接纳。哎，我们都是这样子，不是说谁，你那个时候也不是不能不能指别人的鼻子说你怎么怎么，其实是我也是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啊，这是我们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子，所以，哎，这个大家要接纳，大家要知道，哎，终生就是这样子的，喜除以生嗔，哎，本来是让他开心的一件事情，哎。 然后就不高兴了，莫名其妙的就不高兴了。哎，本来就是他应该是开心的事情，哎，他就给他做了做了一件事情，卖一个东西或者是什么说一句话，他以为他很开心，结果就是人家不但是不开心，而且就是特别生气，哎，莫名其妙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喜出以神称啊。 凡夫难取悦，哎，所以呢，这个我们凡夫人就特别不容易让他满意，让他，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才能够终生满意。哎，昨天不是说了吗？佛都没有做到，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做到，更何况我们哎，做不到的。哎，但是你自己的心里啊，善良，哎，没有什么恶意的想法就好了。呃，但是你要就让所有人这个。 满足是现在是做不到了，你你是是你要这个成佛，那成佛是不是做到了？刚才说了，成佛也做不到啊，那成佛也做不到，不就是那就成佛不成佛有什么区别？区别肯定有的，哎，区别是有的，所以呢、嗯，如果你真的想啊想利他的话，那首先要利己，哎，利己，呃、哎。 你如果没有理解没有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啊、呃，没有提升自己，在这个时候呢，啊、呃，你想离他，就根本是不成功的，根本就不可能的。哎，别人看到了有什么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呢，因为利益关系啊，暂时可能也许可以啊，但是呢，这个利益关系不存在了以后呢，立即就翻脸了。哎，所以这个不要有这么好的想法，你也必须要明白这个众生的这个本质啊，本质，嗯。 然后我们我们心理学的哎，这个老师们他们应该是知道的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哎，心理变化的规律啊，然后以及这个规律的结果啊、哎，这这这这应该是了解的。然后呢，佛法呢，他了解的更深，层次比比这个要深深一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反复是很难啊，让他真正的开心啊，这很难的。嗯。 然后下面继续讲，众高则生嗔。哎，如果你是诚心实意的劝他两句，哎，你不能这样子啊，然后理解你为凭什么要教育我呢？啊，然后就开始生气了。然后反权理逐善啊，然后呢，就是反而啊，就是。 反而就是说，你只是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啊？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育？你自己是哪里哪里哪里不对，说了一大堆啊，然后哎，就是自己又就就生气了，哎，自己又不开心了，不开心了以后呢？ 主善啊，把自己的这些善心啊、善良的心都毁掉了，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要利他的话，先利己，哎，别忙，呃，就是要我要利己，我我要利他，今天就去开始采取呃这个行动，呃，这个别着急，哎、呃，这个是不行的。昨天这个精精、啊《晶晶啊里面也不就讲了吗？一定要评估好自己的这个能力，哎、呃，没有能力的时候你要。 去做这些事情，最后就彻底的失望、绝望，再去、再、再就不去做了啊，这都有可能了。所以呢，呃，这个先别急啊，利他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作为一个最后的目标，先利己，先提升自己，哎、呃，这个才是，才是呃合理的。若不若不从比喻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听他的，哎、呃，不听他的。 他不就是翻全吗？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听他的啊，那就是沉奴躲而去，哎，最后他就生气了啊，两个人就是就不欢而散啊。最后呢，谁也不想谁，呃，不想给谁联系，哎，特其实是没有什么这个真真正的这个矛盾，哎，但是就是不喜欢，哎，然后呢就开始说对方的不好啊，然后就是这个生气，然后造业，哎，最后呢。 就有可能从佛教角度讲的话，有可能就是多恶趣，哎，遭劫了嘛。哎，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结局，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哎，所以心里面呢，一一定要，这个有。 有这个思想的准备，哎，终生就是这样子，哎，这没办法，大家都是这样子。正因为众生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去理他，哎，这个你也没有什么失望的，没有什么绝望的，因为这样子，所以你要去理他呀。如果大家都是像佛一样，大家都已已已经是人家已经非常好的话，那用得着我们去理他吗？啊、哎，不用不着的，<coughs> 所以。 呃，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本身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呢，他是要知道，哎，呃，然后他又继续讲，有就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就是说杜高叫、呃、金相等，哎，就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一个高一，嗯，比我们自己高一个级别的人啊，那就开始嫉妒了。 哎，如果是看到一个就跟我们一样的哎平等的人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要去竞争，啊、呃，就要跟他竞争啊。然后就是傲、嗯、北，就是说如果看到一个比自己要低一级的人啊，那就开始傲慢了啊。那怎么办呢？你看，如果遇到比自己高的啊，那就嫉妒了啊；比自己低的，那就傲慢了。哎，平等的啊，那就要跟要要要要要跟他竞争。 啊，那么这样子的话，不就是很想很很难相处吗？啊，就是就是这样子啊，赞福教啊，就是如果你要去赞他啊，赞美啊，然后就开始骄傲啊，不能赞美，赞美了就开始骄傲啊。那不赞美，我就说说他的问题吧啊，那你说说看看怎么样？下面就说了，女儿更声称，哎、呃，如果说他的不好，那就更加的生气了啊，那怎么办呢？ 那这这占也不能占了，这个，这个那、啊、说也不能说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哎，那这样子就是很辛苦的，哎，很累的啊。但没办法啊，这个大家都他想出我也是这样，我想出他也是这样，大家彼此都是一样的，咳咳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状态，处俗总得意，哎，最后就是一个一句话，就是结论。 哎，所以呢，我们跟世俗的人啊，这样普通的这个相处，得什么东西呢？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啊，同学也好，同事也好，或者家里的人也好，相处了，有可能也也许这个有对有些人相处了一辈子，这就是从我们世俗的角度来上来看的话，这应该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到头啊，就是我们的相处，我们彼此之间呢，就是就。 得到了什么利益呢？啊，这、就是最后也就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哎，相处的过程呢，也就是这么的复杂。哎，呃、哎，这么痛苦啊，这么的累啊，那付出了这么这么这么多的代价，换来了什么呢？也没有换来了什么。哎，所以呢，呃，呃要提升自己啊、呃，让自己有啊这个定力。哎，这样子的话呢。 那你可以在这样子的人群当中，哎，去这个跟他们相处，然后呢，你就不但是可以相处，而且你，哎，可以帮助人。那那前提前提是什么？前提自己必须要有这个禅定智慧，哎，这样子可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不要去想利他，没没办法的啊。当然，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从世俗层面上的一些帮助啊、利他呀，啊，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哎，但是呢。 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生很多很多这个是是不不愉快的事情，这些是很难免的。哎，这个就讲了一大堆啊，这个讲讲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的我们的问题呢？啊，那就是这就就就是说，我们要利益众生的话，首先要把自己提高啊，不然的话呢，做嗯，就这个没办法做，没办法做到，就是这样子。 这是为什么要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啊？啊、呃呃、修禅定的原因就就是这样子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主体啊，主体的这个呃内容。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禅定当中啊，它就讲了两个呃这个方面。 那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自他平等，哎，自己跟他人放在一个同一个位置上啊，去看，然后自他平等。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叫做这个自他相还啊。那这两个是大乘佛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啊。那我们呢，接下来啊，就是先学习一下啊。 这个我们不一定当下我们能做得到，哎，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些是我们当下可以做得到的，呃、哎，能做到的也有啊。如果是我们要全面的落实，哎，这个现在呢，可能也就不一定啊、哎，也没这也没关系的，要一步一步的可以去训练。 但是有些东西呢，哎、呃，我们完全没问题，我们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做得到，哎、呃，只要自己稍微、呃，注意一下，稍微投入一点啊，能做得到。然后呢，有些问题我们做到了，有些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呢，然后自然就会有成就感啊。然后我们特别的愿意，哎、呃，就是为下一个目标。 啊，奋斗！哎、呃，人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先啊，不要去做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啊，先去做一个就就高大上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最后失败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对我们的打击啊很大啊，从此以后呢，再也不想去哎、呃、做这件事情啊，这个都是、呃、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先从啊这个比较容易的地方开始啊。 啊，先易哎后难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成功率就很高啊，是这样子。那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什么叫做“自他平等”哎，“自他平等”，“自他平平等”，其实这个在大乘佛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孔子也有一句话，在《论语》里面的一句话，说的也是非常有意义，就是说的是这个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这个真的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精华，相当说的相当相当的好哎。就是你自己不愿意的啊，人家也不愿意的哎。所以呢，你自己喜这个翻过来说，你自己愿意的、希望拥有的，那别人也是一样的哎。所以呢，这叫做自他平等，这个叫做自他平等，自他平等就是这样子哎。所以呢，我们想啊。 就首当勤管修自他平,平等，哎，首先呢，我们要去观自他平等，哎，首先我们去修自他平等。那自他平等是什么呢？怎么什么叫平等呢？就是说了几个方面啊，几个方面。第一个，这个必苦求同，求乐同。比如说，我们的回避哎痛苦。 啊、呃，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也想回避痛苦啊，他也想，你也想，我们所有人都想，没有一个人去想这个接受痛苦的啊，除非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比如说你有这些转化啊，痛苦转为刀用的这些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有可能他就不不不回避了啊，但是我们普通人的话呢？ 那我们大家啊，没有一个人就是喜欢啊，还因能够还因痛苦的，哎，没有一个人就是愿意自己受痛苦，没有的，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呃逃避呀、啊、挥避呀、啊。 啊，就是想一切办法，哎，回避痛苦。这个是我们大家都一样，动物也是这样子啊，人类也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这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平等的啊，平等的，这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一定要深入的这个思考，哎，这是这是平等的啊。然后就是求乐，哎，这也是平等的，人类啊，全人类，哎，全生命啊。 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这个生命啊，他就是希望自己拥有幸福，哎，然后呢，拥有快乐。那这个我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啊、呃，动物也是这样子、嗯。所以呢，就是己所不欲，哎，你自己不愿意的呢，就不要去这个强加给别人啊。然后呢，就反过来说，你自己这个这想拥有的呢，那别人也是拥有，所以你也要去不要去剥夺啊。 掠夺别人的这些东西，嗯、呃，所以，所以呢，啊、呃，这些都是这个佛教也好啊、呃，这个传统文化也好，这些里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呃，就是我们对当下啊、呃，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哎、呃，这样子的观念是相当的多，哎，相当的多，所以呢，这个如果是没有这些观念的话呢，啊、呃，那是这个就是就是。 大到世界，小到一个家庭啊，或者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哎，就是找不到平衡点啊。如果不平衡了以后呢，啊，那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呢，呃、啊，这个平等是相当的这个重要啊咳咳。那么护他如护己，哎，比如说我们也要保护别人啊，保护别人为什么要保护呢？因为他跟我一样啊。 哎、呃，我也想这个，呃，这挥笔痛苦呀！我也想这个拥有、拥、拥拥有快那、这个快乐，那别人也不就是一样吗？那既然我们都是一样的话呢，那我凭什么我只保护我自己，不保护别人呢？啊，不仅仅是不保护别人啊，不保护别人，我们还可以说得过去，还可以理解。但是，呃，我们的这个一贯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挥笔痛苦。 和这个求乐，全部建立在啊别人的不回避痛苦和不求痛苦、不求快乐的这个基础上啊，全部是建立在别人的这样子的不不愿意的呃不愿意接受的基础上啊，这样子一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想都不去想，哎，我们以为这个就是呃理所当然、天经地理的事情，呃。 但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这个值得思考啊！如果你说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最后有什么呢？最后就谁有实力啊，谁就可以随便践踏啊！没有实力的人，不就是这个逻辑吗？啊，这就叫做强高逻辑。哎，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人类对这个动物的这个态度一直都是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然后我们人类啊。 里面呢又分很多很多的，哎，就各种各样的啊，三六九等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哎，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西方长达四百年的这个黑奴的交易是怎么样产生的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这个法律和那个时候的这个宗教是吃了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后面也有很多好的好的这个积极方面的，但是呢。 这也不能代表所有的这个西方的宗教，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知道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人类永远都是站在自己的这个利益的哎这一面去说话啊，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就回头看看历史啊，所以呢，就是就大乘佛教呢。 就是说这些是不对的啊！如果你要这样子对待别人的话，那一定会有一天，一定会你会面临比你强的人，那么他一定会这这样这种方式来对你的，哎，对待你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只有接受。你不是以前你不就这样子这种方法来对这个对别人吗？啊，那现在你就遇到这种情况，也就没人跟你说话了啊！也、哎、你得要你你你那个时候也得要就是。 认为这个是合理的啊，就只有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任何其他的标准啊，唯一一个标准就是谁有实力啊，谁有实力，有实力的啊就可以践踏没有实力的。哎、呃，人类有实力，哎、呃，有这个能力啊，那就是可以践踏东吴的这个幸福啊。 然后呢，人类自己也就分很多很多，哎，很多当那这个里面呢，内部呢也是这样子啊，就问题都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啊、呃，大乘佛教呢，就是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哎，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嗯，不是这样子的。 呃，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呃，都是平等的。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帮助人啊、呃，那你就利他，你就利他啊、呃。如果实在是你不利他啊、呃，那你自己的利益不要建立呃，别人的损失啊，这个基础上啊、呃，这是不对的。如果你就是就是啊、呃，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别人的话，那也许啊、呃，就是也许。 在某个时候，在某个环境啊，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也许成功，但是呢，你一定会，这个时间一定不会很长的，一定会失败的，哎，一定会，绝对会，呃，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不要以为这就是啊合理的，这不合理的，啊、哎，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平等，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哎，我要保护自己的话，那我得也要保护别人。比如说，我要让自己脱离痛苦的话，那我得要想办法让别人啊，也要这个脱离哎痛苦哎。然后呢，我要获得幸福的话，哎，那我也想办法让别人。 也火的幸福，哎，这个不就是我们不就是大家都一样吗？啊，那既然大家都一样的话呢，那我应该去做啊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耳边有一个声音出来了，不是这样子的，哎，咳咳凭什么呢？啊，他人痛苦就他人痛苦，你又不痛苦啊，那就是你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就完了吗？他就是在这个后面，就是用一大堆的成语来说明这个是合理的。 哎，那这是谁说的呢？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呢？这就是我们的小我啊、哎，小我和大我啊。所以呢，佛教就是佛教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当中，一定是在任何时候捣乱的。哎，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他。哎，所以呢，就把他推翻啊、哎，就把这个小我给他推翻掉。哎，因为他就在这个时钟，哎，就不让我做这些呃这些有离的事情。哎，就是比如说我。 想保护别人，哎，我就像保护自己一样，想保护别人的时候，然后他立即出来说：“这个不合理，哎，别人的事情就是别人的事情啊，你就是你啊，就是你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你管得着吗？啊，别人这不是你的，哎，呃，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啊，那这个是这个声音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的小我，哎，这个佛教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很早已经就。 看出来了，那看出来了以后呢？他后面啊，就讲智慧，哎，讲智慧的时候呢，啊，就用智慧的宝剑，哎，用智慧的宝剑把这个小我看掉，哎，然后把它消灭了。消灭了以后呢，啊，然后呢，你的耳边就没有，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 哎，就这个不可以，哎，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好的东西，我想给某一个人的时候呢，立即就有一个声音就出来说，这不能给，哎，这不能给，要留下来，哎，这个是为什么呢？他就肯定是有一大堆的这个理由，这不能给，哎，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想做一点好事的时候呢，他永远都会出来，哎、啊，他永远都是一个我们就是做好事啊，或者是利他的，呃、哎。 绊脚石，啊，它、呃、永远都是一个绊脚石，所以呢，就是佛教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个这个无我？哎、呃，它为什么呢？啊、呃，当然第一个呢，它本身也就是无我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在任何一个时候啊，从头到尾，在这些过程当中捣乱的啊，最关键的就是它，哎、呃，所以呢，首先把它除掉啊，然后才能够。 啊、呃，才能够这个做这些事情，哎、呃，这个就是这个相互的关联，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刚才我们说了啊，大乘佛教啊，他成佛也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啊、呃，那么这个真悟空心或者无我是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也不是，也不是终极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就不让我们啊，这个。 绝对的无条件的风险，啊、哎，他不允许，所以就把它，啊、呃，这个打掉，哎，把它打倒，或者是把它粉碎，啊、呃，就是除掉，呃，主要是这个这个这个原因，就是、这一切的最后的目标呢，就是为了更好的利它，哎，这就是大乘佛教的这个精神啊，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后面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你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哎。 他说：“这我做不到，不可能。”哎，他做得到，为什么做不到呢？他说：“手足指中，指随重。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然后有手，两只手啊，两只脚，然后呢，这个二十个这个手指头、脚趾头啊，那这些都只是实际上，这些都是各自都是相互之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哎。 不同的东西，啊、哎，全部都是不同的东西，啊、呃。但是呢，我们保护所有的，哎，我们的手，啊、呃、去保护脚啊，然后我们的脚也去保保护这个手啊，左手有些时候呢，这个保护右手啊，右手也去保护这个左手啊，这个完全是一个无条件的、无条件的这个奉献，哎 左收他什么时候谈过条件啊？右收他什么时候谈过条件、啊？那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无条件的去帮助啊！但是他们都是一些不同的物质啊，不同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呢，把这些全部就是这么这么一个人的身上有这么多的不同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把这些全部东西啊堆积一起以后呢，教他什么呢？教他我哎，这都是我，所以我要去保护啊。 这个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啊、呃，那么所有的众生啊，你也可以是这样子的啊。众生若乐熟，呃，苦乐熟啊，众生的这个苦乐是不一样的，有各种各样，有些人痛苦，有些人暂时还快乐一点点啊，都有了。然后求乐与我同，但是不管他们的现状是怎么样啊，众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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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 心服的，哎、呃，这个心源啊，是跟我一样的，哎、呃，任何一个人都是跟我一样，包括动物也是跟我一样，哎、呃，我们人类是先解决，呃，这个温饱的问题，这个解决了以后，这个满圆了以后呢，再去求一些其他更高的，哎、呃，更高的动物他们不懂，哎、呃，但是呢，在这个基础最基本的这个这个层面上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哎、呃，求了。 与同与我同，哎，大家都不就一样吗？啊，那么大家都一样的话啊，虽我所受苦，不上他人身啊。比如说我自己身上的这些，我现在感受到的这个痛苦啊，虽然这是我自己的痛苦，它不会伤害到其他人啊，不会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哎，但是呢，呃，我要去。 呃，解决啊！我要去解决这个痛苦啊！此苦已当初哎，啊，那同样的，就是这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有我执，知我难人故啊，就是因为我有我执，虽然我的这个痛苦就不会影响到别人，哎，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有这样子的我执，我这个有有这样痛苦的时候，就感到感到很啊，感到很难受，所以呢。 我得想办法去断出这个痛苦啊！这个是我们平时都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同样的他，他说他他主要重点说的不是这个，这是比喻啊。下面就是说重点就是说，那么他的痛苦呢也是这样，我们应该去呃这个帮助他脱离痛苦啊，入实他主苦啊。同样的，别人的这些痛苦啊，别人的这些痛苦，那么虽不领无声啊、呃，无声。 别人的痛苦虽然是不会啊，不会在我的身体上有什么影响，这个不会的，哎，但是呢，这个痛苦我要要要去要去要去解决。你不能说啊，因为他的痛苦呢不会影响到我，所以呢我就不去哎不管他，不能这么说，哎，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啊，比苦忍淫处，啊，仍然我们要解决。为什么要解决？哎，知我难人故。 啊，刚才就是因为我自己有我值。虽然我的痛苦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因为我自己有我值，我很痛苦，所以我就要去解决我自己的痛苦，不是吗？啊，然后别人也是，别人的痛苦虽然不会就是影响到我，但是呢，他自己是很痛苦的，哎，因为他的他自己的我值，然后让他特别痛苦，哎，那所以我也就要去，哎，我也要去这个帮助啊，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这个自他平等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刚才讲到了啊，这个我们人完全就是把自己和这个自己和别人啊放在一个这个标准上去啊，这样子去做，这个是我们目前是做不到的啊。但是呢，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 不伤害别人，哎，这个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做得到的。比如说，我们，哎，别人伤害我的话，那我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伤害别人，那他们也会痛苦。所以呢，我得尽量的，哎，就我想一切办法啊，尽量的就不要去伤害别人。哎，这个呢，我们当下可以做得到的啊。如果我们在行动上暂时还就做不到，但是这颗心我们可以有啊，心是可以有的。如果有这个心啊。 那就这个完全是不一样了啊！我们的，呃，一个心理，我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不就是学这个这个心理心理的课程的吗？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心啊的话，那就是你到时候就是当一个啊心理咨呃心理咨询师，啊，就是被给这个来访者啊这个。 治疗的时候呢，那这个力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谁知道这个不一样呢？是不是佛教说的？佛教当然说啊，就说了几千年啊！不仅是这个啊，人家西方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实验，有很多的数据啊。所以呢，有慈悲心的人跟没有慈悲心的人做事情的这个效率哦，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哎，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心理的一个呃力量十方出来了。 释放出来。以前，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就不太懂啊。这个我们昨天也讲过，不太懂这个我们的心理的各种各样的力量啊啊，甚至是就是就是有些人就否定啊。但现在就就不是了啊，现在就是这个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心理的这个作用是相当相当的这个强大哎。 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慈悲心的话，啊，那这个力量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就是要深入的去思考一下这些文字所表达的这些内容，哎。 这个内容，你看这这些内容跟信仰有关系吗？没有任何的关系。哎，这个跟佛教有关系吗？没有佛，跟佛教的信仰没关系啊。然后呢，跟这个其他宗教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然后呢，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啊，是一个唯物论者啊，那一定要去思考这些问题啊。这不是我们人的一个一个一个心理活动的一个真一个一个很客观的这个分析吗？啊，那这个不能不。 不能不不不承认了，哎，所以呢，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得去思考一下。比如说，有一个唯物论者，如果他回答的话，会怎会会怎么样回答啊？他会说，哎，自己和这个别人不一样啊、哎，你就可以可以自己啊、哎，这个你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了，别人你就不需要管。他会这么说吗？不会这样子说啊，啊、嗯，他不会这样子说。这样子说的话，那就是就是就很多就违背了，不会这样说的。 啊，那么其他，比如说这个其他宗教有信仰的宗教的人，他会说吗？他也不能这样子说啊，他想说都不能说了。他如果说的话，那就违背了很多很多他自己的原则。哎，所以说，所以呢，在这个这段话前面呢，只有我们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啊。就是如果你不想接受的话，那也就不能说这个是不对了，这个是没办法说这个不对啊。理论上就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 那理论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做不到怎么办呢？哎，做不到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也没有人说你一下当天你马上就要能做得到，没有这么要求，没有这样的要求啊。但是首先这个我们从理论上啊啊接受啊这个观念这是对的哎。然后呢，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或者是其他的生命，哎，这个是我们错了，哎，我们不对啊，至少有一个表态啊。 这是我们的错误啊，这是不对的，啊、呃，那这个得有啊、呃，那连这个都没有了啊、呃，然后呢，我们就是用种种的理由去去掩盖这些东西的话呢，啊、呃，那有一天自己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啊、呃，总有一天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的，咳咳所以这个特别重要啊、呃，自大平等。 然后这个里面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啊，我们后面呢就要学一下这个形式逻辑，哎，这个很很很重要，先学这个，然后再回头去，呃，再回头去那个看就可以了啊。这个是西方逻辑，呃，大家应该这个学过，我们应该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叫三段论，哎，那么这是一个新式逻辑的一个间接推理的一个基本的形式，哎，基本形式它是由大千体、小千体啊。 这个结论这样子三个部分构成的，所以呢，这个叫做三段论。三段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就这三个。这是一个我们人类的一个间接推理的思维的一个模式，哎，一个模式。然后呢，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这个隐密里面呢，把这个东西呢讲得非常非常的透啊，非常的透。然后呢，讲得非常的深入啊。但是我们今天就先不用。 啊，这个移民，因为这个你们都学过了啊，学过了以后呢，我们从从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可能是更加的容易，我们能够呃得到一个呃更加容易的一个结论，哎，所以呢，我们先先这个移民就先不说啊，就是就就从这个角度看，那么这个里面呢三个这个部分啊，首先这个大前提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凡是金属啊都能够。 导电啊，铁也好，铜也好，什么也好啊，凡是金属啊，都能够导电啊，这叫做大前提。因为凡是这个范围很广了啊，大前提。然后呢，小前提就是铜啊，也是金属啊。现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这样子理解啊，比如说对方他已经承认了啊，他已经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凡是。 这个金属啊，都是可以导电的，哎，这个他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这个这个铜啊，这个上面呢，他还没有明白，哎呃，或者是他还没有想清楚啊。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不是说凡是金属都可以导电的吗？啊，那铜也是金属呀，怎么不可以导电呢？铜也是金属啊，那铜就是其中金属的一部分，所以就叫做小前提，哎，小前提。 然后这个推理呢，最后就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哎，结论是什么呢？哦，那最后结论，哦，那就通也就可以导电了，哎，这就是他的结论，哎。然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这个推理呢？前面讲到了啊，这个这个当中他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翻译上面有一点点不清楚的地方，实际上他是怎么说的呢？啊，咳咳反式金属啊，我们。 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模式去说啊，凡是金属都能导电啊。我们换一句话说，凡是痛苦啊，都应当啊断除啊，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会说，凡是金属，凡是凡是痛苦都应当不应当啊？有些痛苦是不应该，他活该啊。有些时候就是会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啊。但是呢，这个。 得要接下来看他是不是活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这个思考哎，所以呢，没有一个活该的哎，这个是不能这么说了啊。但这个我们就后面说啊，反正我的痛苦、他的痛苦、别人的痛苦，凡是任何一个众生的痛苦啊，痛苦都是对对，除非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盗专为盗用啊，那就是另当别论。 让我们普通人的任何一个人的痛苦啊，都想一切办法啊、呃，就是让他从痛苦当中脱离。哎，凡是痛苦啊、呃，都应该哎短处哎，这个首先啊、呃，是成立的。哎，大家想想这个成不成立啊。 哎，我们有些时候呢说不成立啊。有些人的对，刚才我说了，有些人的这个痛苦是活该的呀。有些人痛苦不痛苦，我无所谓啊啊、呃，是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从慈悲性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没有一个是活该的啊，没有一个是无所谓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反时痛苦啊，都是应当短处的，哎，应当短处的。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是痛苦呀啊。 这个就是，啊，大前提，大前提啊，然后小前提啊，然后呢，就说同时倾属啊，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他的痛苦啊，也是痛苦啊，就他人的痛苦也是痛苦啊，这个就是小前提了啊，他人的痛苦也是痛苦啊，这个就小前提，然后结论是什么呢？所以哎，我要去啊，端出。 他人的痛苦啊，这个就是结论了，呃，这个推理的方法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先把这个推理的方式大家，呃、看一看，然后呢，哎，回头再看啊，这个里面就讲了，他说什么呢？无因处他苦，我应该去端出别人的痛苦啊，我应该去端出别人的痛苦啊，我应该去让别人也脱离痛苦，为什么呢？啊，因为是痛苦。 他苦啊，这个他苦就是应该是痛苦啊、呃，就是因为是痛苦，就这意思啊。这个它翻译上有一点点就模糊了，但是藏文的它原文里面是非常清楚的，因为是痛苦啊、呃，就这个意思。因为是痛苦，呃，我应该去处啊、呃，应该去这个端触他人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是痛苦啊，他、呃、苦就是因为是痛苦这个意思啊、呃。然后因为是痛苦，嗯。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这个大前提和小前提吗？啊，然后呢，后面呢，汝自苦啊，就像你自己的痛苦一样，哎，你自己的痛苦，你不是要啊、呃，就想一切办法去断出吗？啊，那他人的痛苦也是痛苦呀，所以你得要去这个啊，去这个断出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无因处他苦，我应该去啊断出。 别人的痛苦为什么？因为是痛苦啊！因为是痛苦，是痛苦都要去端出吗？当然了，就像你自己的痛苦一样，哎，是痛苦，凡是痛苦啊，都要端出，哎，凡是痛苦都要端出，就像你自己的身上的痛苦一样，哎，所以呢，它就是这个逻辑关系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啊、呃。 是这个形式逻辑的一个推理的方法啊，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在这个当中呢，有这个小我他出来会捣乱的，一定会的。哎，这个不一定呢、啊。什么全部痛苦都要端出啊？不一定的。有些人我刚才讲了，有些人就是活该的，有些人就无所谓的，有些人不用去管，不要管那么少管闲事啊。他会说，这个我们的耳边就会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声音会出来的，这是他捣乱的。如果你要听他的，跟着他走的话啊，那就是一定会倒霉的。 所以呢，就是就这个时候呢，也不能理他，哎，这个时候呢，不能理他。下面有这个智慧，也就不单是不理他，不单是不听他的话，而且他自身啊、呃、都是要被消灭的，哎，所以呢，这个那、呃、我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啊、呃，我们的这个作业，哎，或者是功课啊、呃，大家好好的这个思考，哎，这个作为一个哲学，哎，也可以，哎。 呃，作为一个心理学里面的一个这个理论啊、呃，也可以，哎、呃，做什么都可以，哎、呃，大家认真的去思考，哎、呃，这个就是，是不是凡是痛苦都是应该去这个消除呢？啊、呃，那既然是的话，呢，那别人的痛苦也是痛苦呀，那我为什么不去这个帮别人呢？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哎、呃，就是这样，这个特别的重要，哎、呃，大家希望大家深入的这个思考。我刚才讲了，哎、呃。 任何一个这个意识形态，呃，跟这个是不冲突的啊，不冲突的，任没有任何的冲突。呃，它放在任何一个这个啊宗教的信仰啊，或者是新意识形态当中去思考，都是没问题的，都可以的、啊、这个是、呃、特别有意义的，这就是大乘佛教里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逻辑。哎，这个逻辑成不成立？不成立的话呢，怎么个不成立法？ 哎，谁说了不成立？不成立，说不成立的那个是谁啊？最后就是遭到这小我，肯定是他啊。